讲到卡通小甜甜是许多人共同的童年回忆，不过您知道吗，小甜甜的作家的这个儿子哦，现在有继承衣钵，不过他的风格倒是跟小甜甜完全不同。举办的选美比赛，乍看您一定看不出来，这些参赛者都是男生，他们是一群喜欢化妆甚至是热爱打扮成女孩子模样的美少男。而这些男孩子们有个同好大有来头，就是这位五十岚庆一。私は去年の6月ぐらいですね。またなんで突然。五十岚庆一大有来头，是因为他有个漫画大师妈妈五十岚优美子。说五十岚优美子可能台湾观众没听过，但是卡通小甜甜大家一定都知道。五十岚优美子画小甜甜，他的儿子五十岚庆一则喜欢打扮成小甜甜，而且他遗传到妈妈的绘画天分。最近以笔名五十岚奈坡推出漫画处女作《女儿是男生》，大力宣扬自己男扮女装的癖好。其实现年29岁的五十岚庆一曾经短暂加入杰尼斯小子当偶像，而他应该对于演艺生涯念念不忘。最近更被爆料说，他曾经真枪实弹演过同志成人电影，而喜欢扮女装的他，连演成人电影也要打扮成漫画美少女。日本喜欢扮女装的美少男真的不少，这家女仆店的女仆全都是男儿身，而五十岚优美子对于儿子的行径见怪不怪，还说儿子堂堂正正，让她非常高兴。中天新闻综合报道。